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型催眠节目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看三国杀去看 BBD，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喜欢本节目的朋友记得一键三连哦，有条件的朋友充电挂一下粉丝小八牌，谢谢你们的关心和支持，你们的支持就是视频前进的最大动力啊。驾出北国门，马凡不肯迟，下车不迟除，仰折枯杨枝，猪一声哨响，又到了愉快的国战催眠时间了。咱们今天继续国战录像啊，大家也是很想看夏侯渊的录像，但是夏侯渊录像投稿的精彩的很少啊。今天有一局啊，咱们率先把它看了。这局夏侯渊的第三个技能，发挥的还是非常好的啊，看看怎么个发挥法啊。第一局主视角玩地叫碧落良辰啊，良辰美酒，真击夏侯渊啊。甄姬夏侯渊，我认为他最大的作用就是甄姬落了一堆牌，因为他三血嘛，他很容易气掉。哎，夏侯渊可以让他不气，假装自己是甄姬张合，这边还能砍一刀，哼，能不能发挥出来呢？不晓得。弩啊，可以要。那李典说：“你小子要连弩是吧？那我怎么办呢？你开 AOE 呗，凉拌呗。捆上啊，拿刀来试。”你看没啥动静啊，但二主动配合了，不知道啊。再看一眼咱们，乐不思蜀，好，给三贴上乐，行，没啥毛病。毕竟二主动配合了，甭管他三血四血，召唤不出来，出派进了，那有什么？你们猜？过河拆桥，直接猛攻，猛攻布衣侠客。能不能攻死？大概率是攻不死的。你看你这个样子，像能攻死的吗？你曹洪，国泰决斗都扔了，牌挺好啊。阿范、阿宇啊，不知道什么东西变了一个丁凤，也没什么鸟用啊，并没有人把它放出来。那咱们肯定亮将了呀，把它直接锤死了。落，准备三刀启动。哟，还有司马懿啊。那可爽了，那这个夏侯渊可绝对能发挥作用。你这牌肯定存着呀，崩血嘛，崩了无所谓啊，崩血打多到了，这里直接神吧，不神啊，万一差一刀呢？行吧，摸了个桃子血赚。来，有没有人不服？可有人不服？好，没人不服，没人不服，那就给夏家再来一刀，还是说先存着？纯的也行，你先来一刀看看，拿刀来试。左慈有点麻烦，说实话，处理不掉。冰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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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牌要弃掉嘛，所以咱们肯定要那什么，这里啥意思？让他拿狮子。啊，好吧。等等，原来是大位局啊。啊，看起来应该赢得很简单，那真那么简单吗？你们没有曹丕耶，没有曹丕，一个左慈就能把你们搅得天翻地覆、翻江倒海。想反馈反馈狮子，不反馈也行，手牌就不要反馈了。好，那就尝试能不能三刀带走他。驱鬼行事，那咋办呢？来崩他，还可以存着桃子。你看，这个就给魏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支撑，这桃子可以留着。然后自己顺便崩血无所谓，但没打死，看他四个魂搞什么。远交近攻可以交无懈吧，主持人这交的慢了，这交的国无懈亏了。远交近攻其实单无懈是可以交的，国无懈我不建议去 counter 远交近攻，就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每种局面不一样，这种情况下国无懈我不建议 counter 远交近攻，其实操红也不应该交，但是单无懈是可以 counter 远交近攻的。掉血还能搓啥？搓了个敕令啊，没得搓了，蜀国的。好，又给蜀国回个血啊，好，然后再捅一刀。行，左慈已经发挥他所有的能量了，但你富将不亮呀，你光从小不坏不行啊，真没桃啊，真穷，就咱们桃。可以没什么用的，可以给甄姬，甄姬可以存着，他不用弃牌。驱鬼行事，决斗死胜可取，啥意思？意思让他收了啊。好，
没毛病。那收了吧。看起来四个位打两个鼠应该很稳，但是呢，我经常讲啊，只要鼠国有法证，那其他的鼠再怎么菜，你也不能掉以轻心。这里庞统恩怨应该掉血的，他把那个这里庞统打的也不好，你比庞统你掉个血怎么了？你把那个玉玺给法证干嘛呀？那是张梅花啊，一会儿照你要爆发打死魏国的呀，对不对？你牌都不够用，你怎么去炫货呀？是不是？我不给，万箭，你一个庞统，你掉血掉一血怎么了？你要那个梅花去恩怨砸死魏国的，你现在都这种局面了。好，咱们现在也很命悬一线啊，因为之前是没有桃的，只有咱们这里有桃。国家又新卖了血，不知道有没有桃，很危险的。啊、好穷啊，你们真的穷。出来混。早晚要还的。庞统一张梅花其实真的很关键的。方天。不是哥，你这没桃没闪啥也没有，你是干嘛呢？我去，你这干嘛？我、哦、天哪，哈人。好，发生觉得劣势了，挂闪电。不不不，你们可能是优势哎。优势在我。诸葛亮庞统。可招蜀汉气运。看他怎么关。可能郭嘉要死，先吃饱。你说，你看你之前的梅花不弄，不是把他们都捆起来，让他们炸死。张合那没啥用啊，我感觉好难打、啊。哎，玩狮子可以，没毛病。神仙护明君，马前援中军。给他个刀把玉玺拆。好，你可玩的真骚，玩的真花啊，你真会玩啊，张合。这里你看，这里它的作用体现出来了，就咱们也假装自己是张合，就射。其实这里就单纯为了存牌，并不是说为了射他，射他也没有用。好，灌石斧可以墙上，墙炉灰飞烟灭啊！这个还判八卦，让人家狮子回血，回呗，挺香的。虽然说一会儿张合可以移，但万一你倒回合可以击杀呢？心姐的玩物啊，一看那打不了国家了呀，只能现在张合了呀。你看他妈活无限，鹿死谁手现在还犹未可知。星云诡谲，看注意他几上，张合你看着点，他是五下，那你就不用管了。那如果老天批你，那你也管不了。是时候还给我了。是时候还给你了，武圣，你刀怎么整？只能过了呗，劈了就劈了呗，那咋办？你看我说，诸葛亮法正你们是优势。捧月华如龙，这也不能去跳啊！你跳了一直卡着，管他了，撞过去就撞过去吧。你看这个桃子就可以存着去救队友，好把他的顺过来，然后杀他。让他给他劫命，对，没毛病。你看，你正常的以前的那个夏侯渊，你这些桃子都得吃了，你就没法去保这些残血队友。现在其实蛮舒服的，那代劳啊，代劳比吴中好。郭嘉也应该拿代劳的，但是他127水平不够，他认为吴中好，认为吴中好，你肯定水平不够呀，你三个人你肯定代劳好呀。好，这里射他，是吧？你看这桃子就可以存着。让一个张合玩，能砍人的张合玩。你吴中，你看他开了个吴中，你看你吴中肯定没有代劳好呀。你代劳，你队友还有过盘，你队友关键都这么多盘。尽你之手，与他一搏吧。屈服。我永不背弃。不是，其实吧，其实你只是看着吴中那张牌好像好很好，你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觉得你评估一下收益啊，不是你算牌，不是无非是过多少牌，吴中你是一个人过了两张牌，代劳你过了几张牌，过六张牌，这收益不是能算出来吗？对吧？啊，不提这个了，咱们还是看咱们的渊宝啊，渊宝这把很猛，我估计魏国这几个这个代劳开下去应该。还挺赚的，就郭嘉那里没开大牢就很亏。
乐不思蜀，那你随便乐无所谓的，反正也不用气盘。他一看谁都乐不了，张合也乐不了，这边也乐不了，都不知道乐谁。等会儿几上四上，四上你四上你不是要劈人家吗？那人家肯定跳卡住，对吧？好家伙的，这也杀中了吗？救救救！那存桃的作用真的是显现出来了，这不存桃就全都死了，死一个就牵一发中全身了。这里大哥你看清楚点，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不跳真的又被炸了。反正炸不炸不知道，但是他就四上，他也可以迷惑你。但是呢，你肯定不能冒这个风险是吧？万箭齐发，万箭，看这波能不能杀了法正。桃园结义，哦，桃园可以。很香，很香，很香，很香！设法正了，设法正了，直接三刀怼死他！你别说，还好像真三刀，正好三刀怼死他。设一，挂刀砍一刀，然后再二神速三刀，来三刀带走。你是妄想！举弩手疾，全身而退。嗯，不用，不用，这样好，这样好，要不然你没法给牌了。你挂刀杀的话，三刀。这把夏侯三刀可真发挥作用了，首先纯牌的作用发挥了，这边三刀的作用也发挥了。来，诸葛亮，你还有什么机会吗？也许有吧，但估计是很难了。铁锁横江，祭出连环。这个闪电怎么处理掉啊？很麻烦，这一闪电你跳，你还是卡住吧，闪电。对，把我的藤家给自己吧，合理哥。人家不，你就给他，因为我们不要藤家，优势在我啊，终于可以把闪电处理掉了。这里咱们有无懈啊，不用跳，无懈可击，这闪电赶紧处理了。顺手牵羊，嗯，可以刷国家，打一刀国家吧，雌雄殿调戏一下国家。这把夏侯渊的作用真的发挥淋漓尽致，很好。其实你看着是大卫，其实这么一路就在翻盘的边缘。我跟你说，这把要是以前老夏侯渊真翻车了，这回没办法了，封不动了，血不够了，还是挺危险的。不过也还好，诸葛亮庞统没啥能力的，没爆发的，又找了个玉玺挂上。你这玉玺不是给对面挂了吗？你还不如连上你，哎，算了。你这等级的我不说了，你还不如把那个张合和那个谁捆上了，张合和甄姬捆上了，你看就算人家没一匹也是把你打涅槃了，对吧？你不又三刀死了，还搁这涅槃了，直接三刀怼他，当不死不灭，三刀才怼，三刀才走，决斗，乐不思蜀，不得逼逼，三刀完美收官。他还不跑，咱可没了招架的兵器。他是想看展示三刀吗？这肯定三刀了呀，这还整什么？如手疾，关键还是雌雄小剑啊！行，别调戏了，别调戏了，别啊！再调戏扔光了就不能三刀了啊！但是他就死了，他要不是那啥，他手里如果是桃，还是应该调戏的，因为他剩一张。他如果是桃九吃了，你第三刀也打不出来。他当回合如果不是桃九，他扔了他就死了。因为你已经那个杀打出去了，他触发不了空城了。这局是咱有一说一，夏侯渊还发挥的真的很好，你们觉得呢？这好家伙的又卡了，每次卡 bug 是吧？我们看下一局。刚才那局真的是夏侯渊的一个发挥很好的模型啊。这局主视角叫 Team Breaker， 这随便选吧，群雄蜀国都能选。蜀国有庞神，主要是刘禅倒没多厉害。坏了，我不能说这话，我一说刘禅没多厉害，一会儿刘禅就发威了。有些话不能说的过早，来看一看。刚才那局可以作为一个改版后夏侯渊的模板录像来看。落水直播，落水直播来了。有张角吗？不知道，不像司马懿。
可爱的巨兔，你有多巨？请用一个字母来形容你自己。啊 ，A B C D E。他表示自雪不配座位，对着自雪一顿暴打。自雪说：“我怎么就不配了？”打到队友，立刻托管。很现实是吧？很真实。打到队友立刻托管，不玩了。说凭什么你自雪的是位，人家就不怎么就不能是了呢？反正凡是打国战的人路人，凡事先怪别人。你的牌太多了，好事都是自己的，坏事全是别人的锅啊，都是这样。你们看去吧。好，甘宁一顿不服，甘宁还姓甄，你说你本家的，你还对人家一顿暴打。好，鲁肃也不服，一顿撸啊。鲁肃说四血的也不配做吴。八说你撸我我就生气我就救啊，是不是魏我不知道，反正不是吴，也许是魏吧。一个说四血的不配做吴，一个说四血不配做魏啊。好，傲雪凌风，这不知道是啥的，到你电脑谁知道他想的啥，我不知道。人我能判断出想的是啥，电脑我真判断不出他想的是啥。这应该是魏了吧，这如果是别的波士里打这么狠吧。咱们可以出来换换牌了，冰柱，好，控制一下他啊！乐并没着急，还有位啊，有人野啊，电脑的位他也没出手，那是他的事，我不知道啊。那他打无懈，电脑打无懈应该就是位了吧？元宝吧，曹操，电脑不会亮亮的，这货也不亮，你不亮你野了哥，你真不怕野呀？但是他可能是个强力卖血的吧。北有美姬，频频难过。北有现在改版的一个好处就是，托管的人立刻电脑就可以接手你，就只要你一托管，电脑就接手你。以前托管还是等离线，现在挺好的，这个是挺好，因为很多人摆烂，你就托管呗，你摆烂你托管，让电脑接管你。你看，就像这种摆烂，电脑接管也行，啊，至少在出牌嘛，总比啥也不出直接弃牌强。就算菜了点，再说电脑可能比很多人还强呢。好，逗他六号你野了呀，你还搁那藏，那你野吧，要不你救他。哎呦他还没死，你的牌太多了，你的牌太多了，真多牌用光啊。草吃了开完剑，那鲁肃那草，打得热火朝天了。这点小伤算什么？坏了，他要卖血出来了，不然他救他干嘛？坏了，给翻过来了。不过没关系啊，有刘禅，他们不知道。你别说，这把刘禅还真的能制裁曹丕。这曹丕翻了鲁肃，刘禅转手一放拳，完了，可怜的邓艾吹毛。铁锁连环。哎，只能靠刘禅来制裁他了。这个烂邓艾，这把等于五个位，因为邓艾前期但是在帮位的，而且挨了祖国所吴国所有的输出。咱们可以阻断他。你看，你觉得美弗德放箭鲁肃，不是美弗德翻面鲁肃咋咋咋的？那不行，那我直接放拳啊，隔断千山万水啊，可以。好，给孙策喂屎，没事，他托管他也会出牌的，他跟甄姬不一样嘛。来放权，别去贴乐啥的，没有用。我去玩喽。哎，把啊这样递，那随便啊，不过递了个桃也不亏，反正他想留点牌。他觉得只有群优有桃了，那确实别人没有桃了，这样的话完美收掉甄姬啊。翻，你们喜欢翻鲁肃，那你们接着翻呗，翻了接着放权呗。于禁也没牌了，也被白板了，不是于禁加后盾吧。典韦你也没用啊，你啊有用，这还能摸到距离的呀，我天哪，这过分了，那不救了吧，有吃鸡还有那啥，
不救了，不救了，救不活了。鬼要不是真货，这么摸个居里过分。本来曹操弄一刀，鲁肃被乐了。好，他还是犯鲁肃了啊，怕天怒。行，求稳。但是问题是，哎，他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一个行动轮次。在你保证完你的行动轮次以后呢，刘禅又可以放权了。以待劳啊，你先保证你动嘛，万一鲁肃天怒了，那谁知道，说不定又把于禁搞死了。不行，不能让于禁节约出来。雷杀、啊、他们就疯狂的殴打鲁肃。你别杀刘禅呀，你杀刘禅，刘禅闪了。对，你还好，你还好，你机智，没有那什么，没有去发出发享乐啊。也当然你也为了开桃园嘛，放权放权。我去玩喽，能出来吗？还有无懈啊，鲁肃的无懈可以，很好，再撸一手，好，又赚了啊！你们开过代劳的牌被我们撸走，好，又不能节约，舒服啊！这把刘禅和鲁肃真的配合的完美无缺，当然前提基于你得有轴菜，没轴菜早化成灰了，灰都给你扬了。好，继续翻，拿血去翻，拿命去翻。但是都被刘禅给阻隔了，你翻吧。但是他们觉得翻了可以打死周泰嘛，赶紧的。难得遇见这种配合，就其实这种不同国家的武将之间的配合是很少见的，因为他们毕竟不同势力。同势力国家的武将配合您见很多了，这连个鸟啊，人家庞统还没涅槃呢，你就搁这连，你重铸过牌不行吗？找牌打人呀。此间乐不思蜀，对不对？我还有一计，你连这个庞统干什么？有什么好连的？就你别一时半会儿打不死他，这里救一下，因为马上要放权了，把这个代劳丢了，我去玩喽，让他撸，火杀丢了，留两个大黑杀让他撸，把丢这个牌，鲁肃你就应该明白，让你撸啊，虽然撸了牌也不咋地，但是这个五谷还挺重要的，说有五谷也不开。这于禁真的，我就从来没见过这么憋屈的于禁。你别玩于禁了，你就玩典韦吧，各种吃鸡得了。这于禁就没节约过，杀！这什么于禁啊？砸！偷牌啊？没什么偷的呀，他不想偷啊。他偷什么牌？他冤宝嘛，我不说了吗？冤宝第三刀也打出来了，没想到这里还有冤宝啊！我为了做冤宝，你这里还给我凑个数是吧？好，冤宝补了一刀，但没补死，人家六创很猛。他人家偷牌，人家偷不了牌啊，人家是冤宝。好，救是吧？放。大象无形。好，他表示要收尸了，不能让你收。嘴牌的人死了还在。哇，鲁肃直接三南蛮，两南蛮，送魏国上西天了，要。可以，精神团结，配合的很好。好，献花了。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打到这种份上，你吴国和蜀国不必要再去产生什么嫌隙这那的啊，怕谁赢？你们看了半天大魏，最后让魏赢，你们心甘吗？我就问你们，如果是你，所以你不要嫌弃谁啊，一会儿魏，一会儿吴赢，一会儿蜀赢，谁赢都可以。我如果我无论我是蜀我是吴，我这时候我都可以接受，我只不能接受魏国赢。我们打了半天魏，那我们在干嘛？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打这四个魏呢？我们直接投了不得吗？雷杀。当然了，这里庞统他全都捆上，有机会铁索九属性直接全带走入局，你就入局了嘛，也没什么遗憾的了。鲁肃终于倒下了，鲁肃在鞠躬尽瘁之后终于死而后已了。嗯，这局就是你看有曹丕，但是有刘禅，他除非把刘禅和鲁肃都翻了，然后把魏国打得嗷嗷叫。本局最惨，评选一个最惨的人物一定是于禁，选了个于禁，这就开始骂人，这什么武将啊，这武将有技能吗？以后再也不选了。好，咱们来看下一局啊。看看还有没有客串的冤宝。刚才冤宝差一刀把鲁肃秒了，秒了他们就赢了。下一局主视角完毕，叫少年衣锦。周泰肯定要选的，二张肯定不选。
然后周瑜蒜瓣香里选一个，选了蒜瓣香，嗯，挺好呗。想找点装备，结果没找到，找个烂吃令，那赶紧周泰抢手量吧，真的没有太后啊，你不然你吃令处理不了了，你周泰先抢手量，至少别让魏群抢了，你就开了呗，看看格局。喜欢跟美女玩，作死什么 ID 这么直白？完了，你看见他这个前面亮的这两个人，你就知道地狱级难度了。跟我之前打的似的，一旦左慈曹丕出来，对于吴国来说就是地狱级难度。就你这两个将，你不知道该处理谁。好了，四个群，那只能先打群了。我说一下，其实正常的来说啊，这里是应该打曹丕去翻左慈，然后睡曹丕。但我也能理解，因为这是路人局，路人局他可能说啊，你打我，我生气。哎，当然，我觉得像这种局面下，曹丕应该不会生气的。但是我也能理解吧，这毕竟你不是一个国家的。哎，再判个梅花助爆一下。你这里亮孙尚香了，其实可以火攻曹丕了，然后去睡他就行了。他可能理解，这当时你没亮孙尚香，然后我不知道主视角能不能反应，应该是没反应过来这件事情。人病且死，一开始没杀，我觉得还可以说你孙尚香没亮，没注意啥的。这里火攻一定要攻曹丕的，翻左慈的。这里曹丕如果再不配合，那就一拍两散呗。这种局你都不配合，那还玩个鸟？你自己看看群雄什么酱面。那既然事已至此，只能接着看了。对吧，你曹丕翻了左慈你肯定不亏的呀，你不翻左慈，左慈动就对你一顿打，可比孙尚香打你打得很，而且孙尚香还能辱睡你，我感觉就一顿揉搓。哎呀，左慈又开始揉搓了。左慈果然喜欢跟美女玩，何太后愿生心生何惧情义生，你不要去打曹丕啊，你打曹丕干嘛呀，你虽然是打了他两血，但他把你队友翻了，你赚了吗？你打曹丕干什么我都不明白了，你非要去打曹丕，你这不真的能一定打死吗？打不死你就是你的队友全被翻，这左慈也是菜，这怎么可能去集火曹丕呢？不可能集火曹丕的，你集火周泰还能刷刷魂，你集火吕范也不没有什么副作用，这吕范还副将，主将是啥呀？这要不是孙尚香在这躺着，我都觉得你主将是孙尚香。后宫之中习惯集火曹丕，那你就等着崩了，真当别的人都没有逃是吧？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去集火曹丕。好了，那就不用孙尚香打曹丕，你自己去打曹丕就全给翻了。你不是喜欢跟美女玩，你去找个美女玩啊，你找孙尚香玩，你找曹丕玩什么？当然全给你队友翻了，你队友想弄都弄不了。你要不知道不是这行动轮次有多重要，那你就喜欢集火，我是搞不懂一点啊，以我的水平搞不懂为什么要去搞曹丕，为什么非要让队友都躺着，就喜欢自己动是吧，别人不动越近你还不双亮搁这藏啥呢，别藏了，好像是鲁肃吧，这个吕范好像是鲁肃，摸牌阶段嘛。你看他为什么来看咱们牌，不就是想撸吗？他不然看咱们牌干什么？你别割了，他就是想撸。然后拆，你别说撸的牌还挺好的，说不定撸这个牌就能助你爆。咱们那个手牌只是防御力高，但是其实爆不起来。看这波了啊，还有什么？基本结束了，真的吗？真的吗？大哥，你这么舍不得鲁肃？鲁肃是你传家宝吗？你就不屡犯面？不过你是确实，你鲁肃确实发挥作用，这把给撸了。但问题，撸完你限定地发完就变了呗？你副将方副，行吧，那不管了，咱们先入个局吧。啊，好多游艺啊！要不要先奶他一口？发射吧，看看能不能入局。现在曹丕也没辙了，你说你去翻鲁肃吧，好像也不太合适。看袁术，哎，没辙了，有些局就没辙了。说白了就你也没辙。
你要非想翻鲁肃就翻鲁肃，你不想翻你就翻袁术。表面上看毕竟还是三个群，但孙尚香这一波已经基本上够他们喝一壶了。那边有杀闪桃的，哎，桃精准的拆掉啊，这么骚吧？羽射，不先消机吗？还是应该先消机啊？你都还没行动过，你没行动过，你问你们家左慈，他不让你行动，是他不让你行动的。冲的不够多，这跟冲的不够多有什么关系啊？这杀袁术，袁术出过两张闪了，虽然他牌多，但是都是翻面的牌。这些杀袁术搓死曹丕，啊、哦，他没有先消机，是想用三千刀啊、因为他可能担心曹丕有闪吧。曹丕确实有闪，有可能有闪的。好，又悲歌和助攻技，他已经背两个梅花了，各种助攻。三金挺能助攻的，这一波爆发真的，真的吗？看来田丰你是预言家，你才是真的预言者。说游戏结束了，挺预言的挺早的，我那会儿都不敢预言，你这预言了。乐不思蜀，乐不思蜀。全乐住。天下熙攘。你们变个，不是哥，你说你屡犯主将，你变个孙坚还有救，你现在救不了了。你看，假如有一个朋友突然打开我的视频，看到这一录像，就问孙坚鲁肃怎么三血呀？你问他呗，吃了吧哥，那肯定吃呀，那有什么不吃的，你就三血孙坚萌萌哒还挺好的。哎，你别说孙坚，他反正跟孙尚香是有配合的，管他三血四血这那的，够了，够使了，够使了，你一个人够使了。他来个五号位合作嘛，你大哥你还有合作的机会吗？合作他问五号位合，你不是你有什么权利谈合作？谈合作的前提是你得有实力。你现在人都没了，你搁这谈合作是吧？你俩去奈何桥头谈合作吧，跟这谈合作。不住我袁家呀！哦，他是个大嘴，还想跟人家合。你别合作了，哥，你给我整乐了。合作。杀身成仁，无负皇恩。下一把吧，咋了？还要挣扎一下吗？那挣扎一下吧，我允许你挣扎，对吧？我肯定给你允许你挣扎的权利。你都没行动过就死了，你看还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你们是故意的，不是？你问左慈去啊！你不是老问我干什么？我咋知道呀？我如果是左慈，你就能动了。关键我不是左慈。这鲁肃怎么还跑了？享受胜利果实的时间不享受是吧？嗯，拼搏的时候有你啊。你别说鲁肃第一下那个撸还问，真的直接奠定胜局。但你就是你撸完了以后就变了嘛，功成身退嘛。曹丕别翻，你看你能赖到曹丕头上，曹丕他不翻你倒翻谁啊？你可以削弱，你确实可以削弱吴势力，你方剑都结束了。当时你们四个群左慈你们都活着一大把牌，你让他去翻五怎么可能？只不过这把孙尚香确实是被鲁肃撸完之后运气好，也爆发一大波，包括蔡文姬梅花啥的助攻。不是，这袁绍真幽默啊！我你九十一级，难怪呢，怪不得你这么幽默呢。你确实挺幽默。当然了，也给看视频的观众们带来了一丝欢乐啊。可成，不是现在这 bug 真的是，哎，我这现在我巨烦这个 bug。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复，就每次看完录像以后你得关了再重新点才出现这个回放录像文件这个框。我靠，那 我审核好几十盘录像，这哎我烦死了。咱们先看下一局吧，反应一下，反应一下，兄弟们，就是叫乌鸦坐飞机 SS。 嗯，好，这个都能选吧，蜀国魏国的，蜀国就怕开不出大啊。王平这个盾牌挺好的，哎，我每次看王平那个圆圆的盾牌挺喜感的，哪天我去买一个去 cos 一下王平。好，敕令。不是，这一号和二号你俩是真的好好玩的还是
开黑的呀，我不知道，反正你俩肯定认识，一个冬瓜穿完，那个丸子穿冬瓜，他妈不认识才有鬼了，你们鬼信啊。但你俩也可以正常打，也可以开黑，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你看你俩都是位，那我不知道你俩选将有没有互通，反正你那你俩是位，你肯定按位正常打了对吧，就所以这把也看不出来，因为他是位，他肯定按照位的正常打就行了。三位三军两辅还行，格局乐不思蜀雷杀，至少蜀国大家应该比较安全吧。看一眼猫一眼，讨丸子穿冬瓜，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徐晃打不到别人也得捅你一刀啊，捅吧捅吧捅吧，其实我觉得没必要捅，你冰住就行了，真的，你省点黑牌，你不要觉得你黑杀什么的就不要钱就可以随便弄。嗯，该冰冰，甄姬是弱卖血吗？他是强卖血，他直接马术翻了，那行吧，那就不是，但就这回合不用冰马术了。徐如首级好，哎，这里夏侯三道怎么又来客串来了？哎，可以，挺好。今天还有各种夏侯三刀客串是吧，可以可以，客串也行，崩崩崩崩一下，你别说这夏侯三刀现在还真挺猛，先开大先开大，马岱不用亮，没啥亮的，没什么好封的，看一眼什么主将吗，副将长城，好，下一刀甄姬出来混，早晚要可以可以可以，没啥，有他摔个司马懿，也是强卖血，只不过不想反馈队友啊。无懈可击，击鼓于此。这里孔融的肯定得无懈掉。那孔融的代劳，其实就等于一个大无中，超大无中。借刀杀人，借刀那肯定给你，借刀也不给。何愁不破灭斩？不想给你刀。好，那行吧。披罗衣之璀璨兮，老司机开始了。摇臂之华居，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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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嗯，哎，等等，我突然发现这不是马谡吗？这不是可以给你王平变了吗？你别说，马谡和王平真的是一对儿，前提是马谡得能动啊，就曹丕不一定让你动。武器能逆天而为，怎么办？远交进攻，决斗，谁能挡住？那看他翻谁吧。安静啊，他肯定翻群了，群打他。这下打中了，应该会犯马谡吧？有没有可能死呢？这肯定不救啊，闲着蛋疼才会救。好，死了那可太好了，死了就没人陷入马谡了，打死马谡是不可能的，咱们两个躺。马谡你会不会变，你200级了应该会吧，终于开出代劳了给孔融。那魏国肯定冲群了，夏侯你要不要再来三刀？得天机者，王伟，这七号位造成一点伤，那肯定造成呀，为何不造成？我建议你打蜀国，反正赢不了了。你建议有没有用，那就不知道了。那他们也难受，蜀国也没干啥呀，你们翻了蜀国，蜀国不就砍了你一刀吗？其他好像没干啥吧？好，还救他，感化一下，还摔个左慈。你感化也没用，这个司马懿已经感化不了了，从。这个东西你分什么情况，从司马懿的言语中来说他已经绝对感化不了，你感化他不如感化夏侯渊，夏侯渊毕竟是个丸子和冬瓜容易感化，他就是对那个马岱杀了他一刀不满吧，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吧，当时情况，当时袁术重兵了，他们重兵的情况下还能打出那么大高的爆发，确实有点那什么，试一下三刀流行吧，是吧，那看你三刀流是奔谁去了，马谡被翻脸确实好，他还是讲点道义的啊，三刀流直奔袁绍，可以可以，你这三刀确实很猛，大飞哥可以有翻盘机会，
但是也不是那么好翻盘的。好，托管暗示啊，不语言暗示，一直变变变，快变变个沙漠科，个黄莹快变，火杀肯定能变的呀，这边五血血量比马速高，肯定随便变的。三人出虎事多有，变个孟获吧，你说差吧也不差，你说强吧他也没多强，白板。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那怎么办呢？不知道，终究是马谡不堪大用啊。确实马谡孟获都是被为诸葛亮所擒过，被诸严格来说应该都是被诸葛亮所拿捏。轻浮一只鬼怪，另外你也随便开，你家这血都这么厚，你打得动开怪？我是大，我根本不开这万念，我虎子的属魂必留着。你这个开个万念有个鸟用啊？你留着最后一会儿用，关键时候用，现在开真没啥用。好，全浪了。我说实话，你开个远交的还可以，过脸牌给队友弄补充脸牌。这万念真没，属实没必要开。留着，你这个马是有啥用？天下也是我的。我这个马一会儿说不定能打到马谡，但你给吕布呀，对吧？你马可以给吕布。吕布说：“我这各种神抽，集魂为用，立于不败。”啊，他也有。他把这把夏侯渊带走，夏侯渊又可能又是三刀，可能把袁绍就怼烂了。这救啊！这夏侯渊是可以三刀的，三刀这真把袁绍怼了。行了，只能乐张飞了。夏侯渊也不怕乐，他本来就神速三刀。比如说今天客串的夏侯渊表演都很卖力啊，都准确的给大家表演三刀啊。注意这三刀他先死，但他死了他射出那一刀还在啊，所以那一点伤害还是能打出来的，真猛。因为袁绍被砍了六刀竟然没死。好，张飞天妒了，补刀弄死他，可以，表演很卖力啊！今天的夏侯渊表演都很卖力。可以啊，裸摸俩杀天度真行，而且打不死还能再砸一下。可以，干掉干掉！你原价怎么会输？无懈可击，机会来了，撤吧！啊，他应该是跟冬瓜串丸子说的。好啊，感觉那他俩应该不是开黑的，开黑的肯定不会说，他俩估计就是认识，就一起在一起玩。哎呀，说不准吧，不知道，我不下评论。不过夏侯渊挺萌的倒是。接下来看他们打吧，看群魔蜀国打，只能先打袁术。这还摊个拆吗？这没必要摊呀。这拆了九杀了呀，这不能摊的呀，这个摊啥呢？这有啥好贪的呀？不贪打袁术的血呀？这贪的属实没必要。行事此胜可取。不过这袁术也是厉害，每回都能各种裸爆。你最后还能裸爆吗？啊，再给他个距离吧。岂能逆天而为？完了，感觉要炸了。五谷丰登。那拿代劳了呗。无懈可击。无懈没必要打呀，这里无懈肯定没必要打了，而且主视角拿牌也有问题，你怎么可能拿闪了？肯定拿杀呀。得天机者得天。袁术无懈也没必要交，因为马谡闪不了你的无双，但是你怕他拿杀可能也，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打死他。兵粮寸断，明天还有兵，可以吧？你就等于给马谡打无懈。不让他拿杀，你这里有丈八，虽然说可以拿丈八拍，但你直接拿杀不是更直接吗？擒贼先擒王，对不对？打蛇打七寸，还好没断杀。过河拆桥，杀，那不是个明的减一马吗？我记得，你这不记牌的，啥也不记。皇上是皇上，刚才摊张拆，最后这张拆去拆一张明牌减一马，集魂为用。那接下来你跟左慈单挑吧，就看左慈这两个魂里有啥了。好，把你搞裸奔了。行，裸奔就裸奔吧，无所谓了，反正无血孟获。他怎么就会开远交啊？你开吧，你开远交干毛啊？你留着打击杀呀。当然了，这九杀肯定是开出来，不然他直接九杀万箭就行了。无血孟获打了。
你能起来吗？我怎么会打不过？你只能摸一堆黑沙，这辈子打不穿人王盾。你先回回血吧，反正不回血不行，不回血要被打死了。杀！好，还想回血他？你就要人王盾吧？这不是他人王盾好好的，他不要，他要白银狮子。你又没有群魂，你找死呢？你看这家伙，我跟你说，他红的都回血了，你人王盾无敌的，他非要弄狮子，想让人家闪回血，你回个鸟。你也菜，你俩都菜，杀！你看，当然回血确实管用，你不回血死了。能不能封个红？好，封红了。汉人也有些能耐。行吧，看来人王盾也救不了你了，这把弄了个顺。人王盾，如果是人王盾就也弄死了，当然还有火杀。哼。只能说孟获回血确实管用了。秦王打蛇打七寸，哎，你打几寸，这也得认真点。好了，这个今天的录像就全都看完了啊！也是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啊！喜欢本节目的朋友，我觉得 UP 主不易的朋友，记得一键三连充电哦！咱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